赵丽，我要问你三个问题。好，徐芳。好，你那个所谓的雇主丁宇，如果他今天不来，你怎么办？我还依然会坚持，依然会告白，因为我觉得认识的途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已经到了。如果他今天来了之后，明确地告诉你，你误会我，我们只是租约关系，我并不喜欢你。你刚才所意识到的什么，我抱你呀、我半推半就不表白呀，你都误会错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你，你怎么办？还是会坚持吧。最坏的一种可能，他是有男朋友，他只是不敢带到家里去，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家庭的需求。他是有男朋友，你怎么办？什么事情都有公平吧，我觉得可以公平去竞争，或者公平去相处。你真的要坚持到底是吗？就哪怕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公平竞争，你也要进行下去。我觉得就像我来之前，来这个节目之前，因为我听到这个节目说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我觉得既然我有感觉，我有这份的想法，我就应该大声说出来。至于结果怎么样，已经不重要。你已经做好准备了是吗？请把手放在按键上，来，我们一起倒数吧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放在按键上，来，我们一起倒数吧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开门。太抱歉了，人家来都不想来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你们觉得这样的要租男友吗？你们想做他的男友吗？站出来。谁呀、谁？我虽然是开玩笑，但我说的是真话。你应该不像没有男朋友的人吧？我确实没有男朋友。你们家里为什么逼你这么紧啊？今年多大年纪啊？今年28岁了。本身自己也知道到了结婚的年龄，爸爸妈妈肯定也很着急。更重要的原因，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姥姥。我姥姥今年过年就88岁了。她看到我的表哥表姐结婚，她不可能没有期许。我希望能够给姥姥一个交代。那你不觉得这样挺不安全？我也是要有自己的考虑的。就是我也要有自己的审核。你了解她的前情过往吗？这个。你了解过她是否在公安局有备案记录吗？这个还真没有去。是啊，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个好人呢？他一个是长得我觉得特别讨老人的喜欢，还有就是明明是我这种长相最讨老人喜欢，老人肯定说这么帅的肯定没好果子吃，对吧？肯定心里不踏实，我这样才最安全的。我一直都认为咱俩是同一款啊，咱俩是同一款。你真会说话啊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我只好承认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因为这小伙子长得帅就以为他一定是一好人。我跟你说，长得帅人面兽心的多了去了。哎呦，你被欺负的多惨呢、今天他租给你，明天就可能租给别人，结了婚之后可能他还拿这赚外快呢。有什么可以回应一下的吗？志玲老师说的句句入情入理。我突然觉得觉得老师童年不太好像不太开心。我说的都是拿事实说话。再者最重要的就是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去骗一对白发苍苍的父母，你良心上会有一些愧疚吗？肯定会有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内疚我也是衡量过的，就是骗与不带之间的内疚，我觉得骗的内疚会小一点。你为什么会遇见蟑螂抱着？无论当时身旁是谁，我都会抱着，这是看到虫子的最自然的反应，最正常的反应。听见了吧？自作多情了吧？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，说点实实在在的。你到底喜不喜欢？别装傻，听得清清楚楚。都闹到我这儿了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
这个是他闹的呀。是他闹的呀，你不来了吗？就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那个眼神，还有他给我的，他冲我微笑，当时整个身体都酥了。就我觉得不是说，但是，哎，就但是我见到每一个人我都会笑啊，难道还哭吗？那个小伙子，你对他笑一下，酥了吗？我只能说你很漂亮，其他没了。谢谢。那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，然后我也挺羡慕的。加油哦！如果他拒绝了你，你就继续追他，一定会成功的。一会儿给父母打电话，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是假的，你们会重新好好认识。如果经过了实际的检验，你们俩并不合适，以后再也不可以用这种方法面对未来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。好，谢谢。任何一种坏的事物都有转为好的可能，但不是百分之百。那是不是能够证明所有的认识的方式都可以演变成真正的爱情呢？我相信成功率可能连10%、5%都到不了。但是如果你们好了，我们还是很高兴的。当然这还得看他答不答应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徐鹏啊，接下来是徐鹏的告白时间。其实我特别想知道，为什么从一回来，然后到现在，你一下子就变了另外一个人。你知道我租你回家过年的理由是什么？然后我是说实话，我特别特别感谢你，让我父母还有我姥姥特别的高兴，然后我也特别高兴，因为我是一个北漂，然后我自己想奋斗。我是北京人，然后我有房子，我觉得你不需要因为房子然后奋斗去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。我说的这个立足是指的房子，但不是我老公的房子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不会耽误我跟你的之间的交往，而且你不觉得就是从我们认识然后到现在然后到回到老家，然后这之间发生的事情都历历在目，你很多事情我都记在心里，包括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做的每一道菜虽然很好吃，但我都没有说出口。你喜欢的小熊，然后你喜欢看的电影，你所有的一切我都记得。真的不相信的话，我觉得今天在场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我是一个认真的，我是想跟你好好在一起。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，然后让我们去认识去了解去在一起。我的重心是一直是放在工作上的，这个这样吧，我给你一样东西啊，好不好？没有想到就是你会就是用我不知道该，就是你知道吗，就是一开始认识的那种方式让我觉得特别的，我知道，就是比正常的那种相亲还要让我觉得别扭。实际上想起来没有，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方式会让你觉得很尴尬，因为我今天还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因为他让我们认识了，因为他让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机会，所以我希望把那个东西给你。闭上眼睛。
自己决定，不要因为他们这么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自己决定。我就搞不明白，这玫瑰花捧手上的捧的那么紧，还不行？